应该是，我太太等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才等来这个机会，我除了拼一把，别无选择。老公，安全期倒是剩下，快通知陈小万他，他刚刚也走了。将军好，你是医师，由不得你挑选工作。你是医者，你不是神，就算医术再高明的医师，也没有办法决定人的生死。我太太，但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是我很弱智，我无能。我看透了我自己那无能，我也要感觉。生死接近人，东森戏剧台。